近日，红网论坛上一条临湘女交警暴雨中徒手拖住倾斜校车的帖子感动了万千网友。网友们用临湘最美女交警来称呼这位舍己救人的女交警。昨天下午，当时出事的校车幼儿园负责人专程将一幅云中队。6月27号下午4点左右，临湘城区暴雨如注，城区低洼地段积水严重。佳美特幼儿园的娃娃车不慎陷入南泰路溢水坑里，随时都有侧翻的危险。这是个居民的未来，是吧？这是我们成功的市政煤气。正在这一路段执勤的女交警李山迅速赶到出事地点，并用双手奋力顶住校车，车内包括9名幼儿在内的13人得以安全转移。李山暴雨中双手拖住倾斜校车的举动，恰好被一名拍客拍到，并上传到红网论坛，迅速引起网友的密切关注。网友云桃连小说，感动确实是最美丽的交警。网友天剑锋说，人美心灵更美。网友洞庭纯一号说，临湘女交警行动让人感动。虽然网友和媒体给予很高评价，但作为当事人的李山却说自己只是干了一件该干的事情。作为每个老百姓公民，路过的人都会伸出双手来帮一把。